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59页倒数第五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华严经舍人啊，第一个是音响人啊，音声人，我们这个地方呢是讲音响人，是同样一个意思。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得成于人，菩萨六波罗蜜，忍辱是成败的关键。啊，六波罗蜜的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。后后啊，生于前前。第一个是布施，第二个是持戒，持戒包括布施。布施不包括持戒。第三个是忍辱，忍辱包含持戒，持戒不包含忍辱。啊，最后是般若，是智慧。智慧包括前面五度，前面五度如果没有智慧，就不是菩萨行，不能叫波罗蜜。啊，前面五种里面都有般若，才叫波罗蜜。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功德圆满，非常重要。华严经给我们讲十种。啊，音声人者是说听佛讲经，佛所讲的意思很深，能够明了，
能够认可，这个认可就是肯定，对佛所说的没有丝毫怀疑，而不惊不疑。这几句话意味很深，世间人执着有，如果你说一切都是空的，一切是假的，他就害怕了，那我还学什么？啊，所以佛说法对初学的人不说这个的。你看看《般若经》讲空，《般若》前面大家已经听了20年了，前面12年佛说阿含，世间法很多，出世间法很少，啊，大家害怕，啊，所以给你讲伦理，给你讲道德，啊，给你讲人天法，从人天法提升到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，这大家喜欢听。啊，12年修成功了，证阿罗汉果，在佛教教育里面第一个学位拿到了，本科学位，难得了，轮回太不容易超越了，无量劫来都没有办法脱离轮回，轮回是究竟苦啊，脱离六道轮回才利益究竟苦啊，要断见思烦恼，只要讲到断烦恼，就要修忍辱。你不能忍，你怎么能断？啊，先要能忍。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。啊，不能忍，决定不能得定。啊，也就是修任何一个法门，都不能得三昧。三昧是禅定，定开智慧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佛一生讲经教学，重点就是教大家开智慧啊，开智慧的基础前面阿含方等都是奠定基础啊，到第三个阶段讲般若，般若讲的最久，讲了22年啊，世尊在世说法49年，般若22年，几乎占一半啊，这是大乘菩萨啊，最后的8年讲法华，法华是讲菩萨怎样证得佛果啊，达到究竟圆满，成佛的法华，毕业了，最高学位拿到了，超越十法界。大乘常说的明心见性，
见性成佛。啊，怎么见性？无明烦恼放下了，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，菩萨放下尘沙烦恼，佛放下无明烦恼，根本不明啊。所以这三种都要靠般若波罗蜜才能有成就。啊，与佛所说的般若经、般若讲空啊，都能接受，都能明了，啊，都能够生出法喜。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把自己根本无明慢慢放下。这个叫因身。啊，重要的是听佛因身说法。能接受，能听得懂，能承认，没有怀疑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顺人，啊，什么叫顺人呢？为于理于事，对佛所说的理，所说的事，理是真的，事是假的，都能够随顺。啊，地神，地是详细的、详实的审查、审判，明白了，认可就是同意，承认佛所说的，没错。啊，才能顺呢、啊。普贤菩萨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我们回头再看看，诸佛菩萨应化在十八界，在六道，佛与大菩萨。再来呀、啊！他们视线在人间，一切随顺。啊，前面我们曾经说过，虚云老和尚47岁的时候，他朝五台山三步一拜。从普陀拜到五台，3年多的时间才拜到啊，三步磕个头，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妈妈，报母亲的恩，孝子啊，3年时间。大概离五台不太远，啊，这个地方都是荒山野岭，没有人居住在那里，要通过这个路走到五台山。2次生病。啊，那个地方病了要命，谁救你？在这种危机的时候，他遇到一个乞丐，实际上这个乞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
啊，文殊菩萨用乞丐的身份，虚老和尚不会感到意外呀。这种荒山野岭谁来？那讨饭的嘛，要饭的从这经过，碰到了，啊，看到他生病了，这个乞丐照顾他，啊，每天到外面讨饭，回来喂他，啊，山上找一些草药来帮他治病，啊，半个月病好了，可以走路了，他再去拜山，啊，乞丐离开了，啊，过了一个多月又病了，啊，他这一路上就是两次生病，还又遇到这个乞丐，啊，乞丐又帮了他半个月。两次乞丐伴陪伴他一个月，不是一天的，不是眼睛看花，真的。那他很感恩，向乞丐请教，尊姓大名。啊，我念佛给你回向报恩。啊，这个乞丐告诉他，我姓文，文章的文。吉祥的吉，文吉，我家就住在五台山，你到五台山去问人都知道我，哦，他就记住了，啊，分手之后再看不到了，啊，不生病，病好，完全好了，到五台山他就想到恩人，到处去打听，没人知道，到山上大殿里头，文殊菩萨大殿拜文殊菩萨，拜完之后向这些出家人请教，你们知不知道有个乞丐啊，路上曾经救了我两次，他叫文吉，人家告诉他就是文殊菩萨化身，他恍然大悟，这个事情，特别是中国这个大地，凡圣同居土啊，文殊在五台啊，普贤在峨眉耶，啊，观音在东海，普陀，地藏在九华。啊，还有一些菩萨跟阿罗汉很多，啊，现在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很多，中国大地的居民生活呢还能过得去，靠什么？靠这些圣人，我们在造孽，他们在修福。所以我们日子才过得去，如果没有这些人修福，中国这个地区人所造的业不亚于外国，啊，哪有不遭难的道理？啊，幸亏有这么多圣人，造孽的人多，他们修的福报也大。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迷信，啊，确有其事。啊，所以要忍，就要随顺，不随顺就不能忍。啊，所以叫顺忍。啊，实际上。就是普贤菩萨恒顺众生，众生无知，众生迷失了本性，起心动念所作所为
违背了心的，那就造作几种罪业。啊，中国古时候2000年来接受儒释道的教诲，啊，这要在什么150年以前。这个教育成功啊，这一块大地太平盛世啊，最近这150年，大概从慈禧太后执政，慈禧不尊重祖宗，不足尊重这些圣贤教诲，啊，清朝从建国开始对读书人尊重啊，这些皇帝可以说经常不断地邀请儒释道高人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，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听课啊，听得很认真啊，哎，听完了之后，皇帝把这人召集起来的时候，在一块学习啊，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分享，皇帝做心得报告啊，让这些文武大臣来听，带头嘛，真干呢，不是听了就完了，真干呢，听完了真落实到生活，所以天下大治。啊，慈禧把这个制度废除了，不要人到宫廷讲学了，他迷信，他相信伏鸾，啊，所以用伏鸾代替讲学，枉可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有句话说得好。国家要讲心，听于人呢；国家讲王的时候，听于神。这些神不是真神的，为什么？你的心不真，你怎么能感应佛菩萨？真正的神仙，道家的神仙啊，要真诚，真诚到极处才能感应的。你的心里头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是非人苦，你所感应邪神，不是真神啊，那你听他们的亏就吃大了。啊，慈禧是亡国之君呢，他死了，清朝就完了。所以要顺，除今天的社会更要顺。为什么？一般人没有接受过伦理教育，没有接受过道德教育，也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，他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
与伦理道德完全相违背，你跟他生活在一起怎么办？只有随顺他，随顺他做出好榜样，感化他，帮助他回头，这是好方法。他迷惑，我们不迷惑；他造业，我们积功德了，积功累德，要有耐心。我们在澳洲住在图文巴这个小镇，团结宗教用了13年的时间，所有宗教都感恩了，没有13年的随顺顺人做不到啊！这个小城，佛教只有我们一家，没有第二家。我们完全用真诚心对待他，对他恭敬、赞叹。关怀照顾，无条件的主动的帮助他们，13年他们相信，终于相信我们是好人，是善人，乐意给我们往来，主动跟我们往来，不容易。一切法得成于人，很有道理。这一句话，我们住在人家的土地上，不能随顺他，那个日子不好过。完全融入这个社会，变成一家人。第三呢，叫无生人。无生人者，为了达诸法，本来无生，亦无有灭。这三句话意思就深了，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，诸法是一切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这一切法是本来无生，亦无有灭，你相信吗？没人相信，为什么？我们天天看到的生老病死，这就有生有灭啊！动物有生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。本来无生，亦无有灭，没有人相信的。就佛说这个话了，前面有20年的教化，慢慢大家承认了。现在这一句话被量子力学家证明。
他们现在的证明还没有彻底承认啊，现在只承认物质现象本来无生也无有灭，这个他承认物质现象啊，精神现象呢现在正在研究啊，可以说很热门，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东西啊，起心动念是怎么回事情，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啊，在研究这个，这是精神啊，物质搞清楚了，物质确确实实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，佛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啊，最小的物质就是物质的基本单位，在佛教的名词叫极微色啊，微是微细微小，极其微小的物就是啊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用这个字做代表啊，代表所有的物质，这物质最小的，那么万物呢都是这个最小物质组成的啊，所以佛教这个物质叫尘，微尘啊，微尘里的最小的叫极微色啊，也叫灵虚尘，这个尘这个小的物质现象就不能再分，再分没了啊，所以叫灵虚，虚是虚空，它跟虚空做隔壁做邻居，它的隔壁就是虚空啊。那么科学家最近这个20年发现微中子，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，佛中微中子再把它打破就没有了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，看到什么，看到是念头啊，极其微细的念头这种现象，这才明了物质从哪来，物质从念头生的啊，精神生活现象产生物质现象，物质是假的啊，能生的念头是真的啊，能生的念头佛法讲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啊，到最后什么是真的，自信是真的，科学家能不能坚信，不能，为什么，坚信要用禅定，科学仪这些仪器再精密坚不了信啊，他能够了解，再进一步了解，念头也是假的，也是有生有灭啊，人念头不是真的啊，还有个自然现象，宇宙这三个奥秘啊，佛说。科学家用思考，就用第六意识可以达到，能够看见，能够搞清楚搞明白，他见不了心啊，见心要用禅定，他不是用禅定啊，佛法什么人能见到，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
八地以上不要用仪器，他那个清净的定功，让他眼睛看到这个东西。啊，相婆佛陀无眼圆明，啊，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法眼，有慧眼，有佛眼。能见到宇宙的真相啊！真相是真妄合合啊，真不爱妄，妄也不爱真，不爱事啊。换句话说，妄随顺真，真也随顺妄。啊，都是圣人所说的，没有违背。啊，了达，明了通达，两边不着了，都放下了，虚妄的放下了，真的不求。为什么？真如自性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那是什么？净土宗教的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，没有它，一切万法不能存在，万法是它变现的。啊，他变现的万法不能说有，万法的缘断掉了就不见了，不见了不能说无，因为它不是生灭法，它能够隐现，遇到缘它现，不遇到缘它不现，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，我们电视的屏幕就是常寂光啊，屏幕打开一片光明，什么也没有啊，能生万法是频道，只要频道按下去之后，色相就现前，就能生万法啊，频道一关的时候，这万法没有了，又是一片常寂光啊，所以按下频道不能说它是生，不能说它是有啊，再按频道不断，不能说无，有无都不能说啊，没有有无，没有生命。用现在我们电视屏幕来做比喻，慢慢的我们会有一个概念啊，知道佛说法的巧妙啊，在2000多年之前没有科技，佛居然说得出来，跟今天科技上操作让我们感觉到对于佛所说的能够体会到一些啊，能够承认佛的伟大啊，佛学里头有高等科学，有高等哲学啊，不但是高等，用佛经的术语来说，究竟科学，究竟哲学，
究竟就是圆满的，没有丝毫欠缺。啊，无生人啊，也叫无生法人。第四个如幻啊，如幻人者，为了达诸法，明了通达，万事万物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，好像是变化。现在我们按电视按钮按下去，画面出来了，幻化啊。那这个宇宙的按钮是什么呢？就是起心动念，我们只要念头一动，马上现象就出来了，整个宇宙就出来了。这个佛经讲到了一念不绝，那就是按钮了。这一念不绝啊，自信本觉啊，本觉为什么会不绝？这个里头没有理由，楞严经上有一个比喻，眼若大肚，迷头认眼，就是来形容为什么会有一念不绝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啊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，也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啊！它现象，现象假，只要你不执着相，没事啊！你执着这个相呢，你就迷了啊！譬如我们看电视，我们知道这个电视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相是假相，没有放在心上，没事。你要把这个事情放在真上，你就造业了。啊，业有两种，一个所谓善业，你喜欢它，你接受它。啊，这个业是善业。另外，你讨厌它，你看到就生气。啊，那就是恶业。恶业感三恶道，善业感三善道，叫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来的，从我们执着念头，以为是真有，从这来的。啊，完全通达明了了，所有现象，善的、恶的、好的、坏的，啊，通通都不执着，都不在意。啊，不要把它放在意识里头。啊，就是讲意识，第六意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的种子，没有。啊，这就是定功。啊，这一种人就是如幻人，你知道它是假的，你绝对不会把它放在心上，你的心清净平等就。不迷呀！啊，那么菩萨呢？菩萨的心清净、平等、不绝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清净心现前。尘沙烦恼断了，平等心现前。无明烦恼断了，
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是佛陀教育。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，这一切法假的，一切法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。啊，它有因，像种树，啊，桃树，因是桃核，啊，种下去之后，它长成桃树。长大之后他又会结桃啊，那么这个桃核是因，他要土壤，他要肥料，他要阳光，他要空气，他还要水分，还要肥料，我们通通给他供给他，他长得很好，长得很快啊，果实就结得好。那么这些呢？这些都是缘啊，因要与缘合合，它就能生，它才能成长成树。如果它缺少了，你把它放在水泥地上，它不会生根，它枯死了啊。你把它种在地上，你不给他这浇水啊，他也长不大，他也没办法结果实，所以他所需要长成条件你都给他，通通具足，这才能长得好啊，这才能生。那缘没有了，他就灭了啊，所以一切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不和合它就灭了。万事万物核心点我们找到了，是什么？和啊，和气生财，家和万事兴，那不和就坏了。那为什么要和？因为因缘和合它就生。缺少因或者缺少缘，它就不生。不和合就是缺少，和合就是圆满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，佛弟子学佛的人要和，修六合敬，把六合敬摆在第一条。啊，我们敬宗同学修戒定慧三学，我们的戒定慧戒只有五个科目，简单的，希望大家容易遵守。这五个，第一就是敬业三福，敬业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不管修哪一个门都要遵守啊。佛在观经上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念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修行成佛的都是用这个基础，那这是非学不可。第一条四句话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是做人的根本啊。
要孝顺父母，要尊重师长。父母给我们生命，师长给我们慧命，我们才能做个人呢。我们把这两句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讲什么？就讲这两种事情。《弟子规》明白了，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就把它做到。慈心不杀，落实在感应篇，太上感应篇。修十善业，落实在十善业道尽。我把这三样东西称之为儒释道的三个根。没有这三个根，一切善法都不生。不可以不知道。学佛从哪学？学从这学起。佛教我们，这是人天法。你能把这四句做到了，不是人生，来生呢还是人生。修得好的呢，升天去了，到天道去了。三善道啊，如果这一条不修，是三恶道啊。人天都没有分，怎么能成阿罗汉、成菩萨？哪有这个道理？有这个基础，从这个再向上提升，就是小乘。小乘的基础是什么呢？三规五戒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小乘。小乘修得不错了，再向上提升大乘。大乘是发菩提心，身心。因果，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普通因果谁都知道，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特别讲的这一点。菩提心就是发愿求生净土的心。欧耶大师说的好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身心切愿，往生求生净土。这个心就是菩提心。为什么？你生到极乐世界为干什么？做佛去的。做佛干什么？度众生去的。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特别是净土宗。有这个持戒的功夫了。下面要做的就是和。你看，这是理，这是发心。落实呢，就是和，六和敬。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了。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绝对没有对立。对立就错了。对立是什么？边界。边界没有放下，
你学佛出国你都没有证得啊，证得小乘出国，大乘初信为菩萨，必须要把五种见惑断掉啊。这五种见惑，第一个是身见，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。为什么？这个身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幻象，这个不是我。佛法对于我有个标准，对，有个定义。我有主宰的意思，那么我们身能不能做主？不能做主。饿了他要吃饭的，如果要做主，我就不饿，我也不要吃饭，这多好啊！啊，我要不生不死，这多好啊！他要生死，他有生灭，所以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。啊，什么是真的？我呢，灵性生活啊，不是灵魂。灵魂跟身一样，它也是迷惑颠倒啊，灵性不迷惑啊，灵性是我。六祖慧能大师证得了啊，证得了他就成佛了啊。灵性是个什么样子？就是真我。真我是什么？第一个清净，本自清净；第二个不生不灭啊；第三个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本自具足，你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本自具足，完全表现在外面。啊，第四句话是，本无动摇，从来没动过的，没有摇晃过的，真心，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真正是一切万法的本体，能生万法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他生的啊。既然有生，当然有灭，所以物质现象有生灭，精神现象有生灭，自然现象也有生灭，自信不生不灭啊，自信生万法，不能说万法有，没有缘不生万法，不能说它没有啊。所以万法既然是一个自信生，要不要活？当然要活。好像我们这一个身体，外表有皮肤，有头发，有汗毛，有毛发，里面有五脏六腑，构成一个身。啊，这个身我们现在叫它做自己。啊，我们要不要爱护？统统要爱护。啊，我们总不能说是我是喜欢眼睛。我眼睛第一，耳朵聋了，你就残缺啊！啊，样样都第一，眼睛第一，见第一，耳朵第一，闻第一，啊，六根都是第一。我们就推动整个宇宙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。
啊，我们要把它用在现前。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第一，每个族群都第一，每个文化都第一，每个宗教都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啊，个个都是第一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这个世界多美好！这个世界不就是极乐世界吗？要怎样才能人觉悟了才知道啊？啊，真正肯定的，我们是一个共同生命体。啊，共同生命体就真心了，就长期广啊，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，所有的画面都要依靠屏幕，屏幕能现啊，色相是所现啊，所现是假的，刹那变化啊，能现的是真的，它没有变化啊，没有变化那个是自己，真正自己，凡是有变化的都是暂时的啊，都不是真的啊，有这样的概念，能够常常保持这样的概念，就能很顺众生，就对于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，有好很好，没有好也很好啊，别人赞叹我好，别人回报我也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，赞叹我感谢你称赞，回报我感谢你替我消业障啊，都用真心的感谢，怎么会不好呢啊，我说我这一现在没造业，过去生造业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不知造多少业障啊，啊，业障怎么消啊，所有一切不如意的你能够随顺就消了啊，你不能随顺就又造了啊，不可以再造，明白了觉悟了永远不再造啊，天天消业障，心情快乐啊，舒畅啊，法喜充满啊，啊，这就是个人幸福美满的人生啊。方东梅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我就选择这条路，张家大师劝我，我就选择这条路，我再去见方老师，方老师看见我剃了头穿着出家衣服，你真干了，我说是啊，啊，老师叫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老师接着说，对了，你完全走对路了，命运转过来了，以前年轻的时候算命了，通通不灵了啊，全转过来了啊，这才晓得心能空无，心转过来了，环境全都转了啊，这个的道理今天量子力学家承认，他们提出来一心空无，好，要以心来空无，大家都培养一个好的心啊，慈悲的心，爱心，这个地球上没有灾难，社会
不会动了。啊，肯定是太平盛世。像西方宗教说的天堂，像佛教讲的极乐世界，地球能不能变成极乐？能啊，怎么会不能呢？住在地球上的人，大家通通都学无量寿经，把无量寿经都落实，地球就是极乐世界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要真的知道一切法缘生缘灭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说得好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我们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全出来了。啊，不会把据为己有。啊，完全用清净、平等、觉来处理这一切事物。这个人就是佛菩萨。下面第五，如焰，焰是火焰。啊，火焰，我们佛门里面常常点蜡烛，蜡烛是最明显的，你能看到的。啊，为了知一切境界，写入阳焰。啊，这个焰呢，经上所指的确实就是阳焰。阳焰在南方很少看到，北方有，南方在冬天有可能看到。啊，是地上的水蒸气，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气上来了，远看它有波浪，好像是水。啊，近里看的时候没有。啊，阳是太阳。啊，这从阳焰生产生，是这个地气。啊，出生不知道。啊，野生的动物，野马、羊。啊，他口渴了，他看到阳焰以为是水。啊，走到那里还在前面，再走到前面还在前面。啊，永远找不到。啊，把阳焰当作水，不知道是假的。啊，人知道啊。是浮尘为日光所照时呈现的一种远望似水如雾的自然景象。啊，我们住在澳洲的时候常常看到。啊，澳洲地大人稀，几乎离开城市都是旷野。啊，这种现象常常会发生。知道它是假的。所以不执着。啊，不执着就对了。啊，一切法都不要执着。执着就错了，全是假的。啊，跟阳焰一样。啊，幻化。啊，因缘和合而生。第六呢，如梦想。梦，大家都有这个经验，啊，都有做梦的经验。
如蒙人者，为了诸妄心，皆如梦境，无有真实，神地认可而不知足。中心最重要的就是幕后一句话啊，你对于眼前一切现象明白了，这是一场梦，何必要认真呢？认真错了，梦过去了，永远不会回来。啊，我们要把看人生一场梦，用这种心态来处理事物，待人接物，慈悲心就生出来了。啊，难得了。梦时间不长啊，人生确实一场梦啊。一百年真的，一弹指就过去了。啊，什么时候能体会到？年岁大了，80、90体会到了，年轻的时候体会不到。啊，这个境界30岁以前的人体会不到，80岁以上的人，你跟他说，他点头，他承认的，一生一场梦啊，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，你能够得到的。你什么都得不到啊！既然什么都不 得不到了，为什么不修心养性？决定不跟一切众生作对也啊！我们一般讲对立了，不跟一切人对立，不跟万物对立，不跟一切事对立，啊，不跟一切众生对立，要深深去观察，去思维，一体，一体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同在一个梦中，那个时候就好像电视按的这个频道，我们同在这一个画面上，这个画面刹那就换掉了，不是真的。一天一天过去了，过去的再找不回来了。一天你有概念的，一个小时有没有概念？一分一秒有没有概念？每一秒钟过去了，还能回来吗？不能回来了。这一秒你能得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。不能掌控，不能占有。要把掌控占有这个念头打掉啊，那是个妄想啊，那个妄想造孽呀，是错误的，不是正确的啊。那么美梦长远的梦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。
极乐世界的人长寿，极乐世界没有改变，就是他没有生灭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不是像小孩出生慢慢长大，不是的。啊，到那个地方的身相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照阿弥陀佛那个模子打造的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啊，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缘分，可以到极乐世界去看看。啊，顺便在极乐世界就真的圆满的佛果，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！啊，何必在这里做梦想？啊，第七个，如祥人。啊，如祥人者，为世间一切言语、音声，皆由因缘和合而成，犹如故乡，无有真实，地神认可而不知足。想影响如同人间的交响乐啊，许许多多的乐器在一起，同奏出这一个曲谱啊，这音乐入耳，大家喜欢听。啊，言语音声也是心想，也是这个言语的音声，都是因缘和合而成。少了音不能成就，少了缘也不能成就，必须因缘和合。它是生灭法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啊，别人赞叹我们，语言音声不是真实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别人回报我的音声也不是真实的。啊，他回报你要是用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个频率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，生灭2240兆，完全不存在啊。为什么为这些假象而动心啊？赞叹你你就欢喜，回报你你就生气，这就是完全受外界的干扰，自己做不了主啊。自己能做主啊，要晓得一切法空，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如自性，这里头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
他的体是一片光明啊，光明遍照，佛法叫它做无量光、无量寿。他没有生灭叫无量寿，他普照十方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无量光，光跟寿是一桩事情啊，光就是寿，寿就是光啊，光也代表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智慧代表如如不动啊，他要是会动，智慧就没有了。学佛学什么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门多啊，方法多，门道多，修的呢就一个，就是定慧啊，通通都是修定修慧啊，啊，修定，定就开慧，慧是自性本有的，定也是自性本有的。你看能大师说，本无动摇是定，啊，本自具足是智慧，能生万法，万法是假象，千变万化，确实就像电视上的屏幕一样。啊，你要是会看电视，看电视是不是修行？是。能不能成佛？能。能不能得定？能。能得三昧，只要你看的那些东西通通不执着，你就是在修行，你就在那修禅定，不受他的干扰，不受他的动摇，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啊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韩馆长家里，他们家有电视啊，我在他的电视上用玻璃纸透明，就写《金刚经》两句话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贴在电视屏幕上，叫你一面看，看到这两句话，啊，练功，不要受他影响，啊，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有这个法门啊，没有把它除外啊，任何一法了都能帮助你成就无上道，只要你在里头练，它假的不是真的，别放在心上，不受它感染啊，不受它动摇，就成功了。问题是会呀，不会啊，会没有一样不成无上道啊，不会呀就是拜佛诵经都不行啊，有啊，你看大家在一起念佛，有个人敲引磬，引磬敲错了，他就生烦恼，在佛堂修行就生烦恼啊！大家在一起唱赞，有人声音很高，有人声音很低，遇到这个情形也生烦恼
啊，他不能够随顺，啊，通通不生烦恼，大致上能过得去些，不必斤斤计较啊。啊，或者是功课完毕再说，何必在正在做功课的时候还生烦恼，夹杂烦恼在里头，啊，那就全错了。啊，下面第八个，如隐忍，如隐忍者，为了达色身，由五蕴集聚而成，本无实体，地神认可而不执着。哦，这很重要。啊，这十种人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一念之中，一念居住十人，十人总在一念。啊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关照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好，影响啊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五蕴，佛讲的好啊，蕴是蕴集，聚集在一起五种。第一个是色，色是物质，物质现象啊，另外四种是精神现象，心理现象，感受受益妄想，起心动念，妄想，行运，行事，它相续不断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它不会断。啊，后面这个世运是种子，阿赖耶里面的习气，这个东西不好断了，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。啊，阿赖耶识不是物质现象，啊，里面含藏的东西太多了，整个宇宙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在里头，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它没有实体，色是心变现出来。心是无明变出来，意念不觉变出来的。啊，意念不觉没有原因。啊，邪若大多弥陀人也。这个故事跟我们在抗战期间跟日本人打仗，学生要受军训，小学五年级以上都要受军训。那来应付灾难，军训里面最平常的紧急集合，那教官一吹口哨，三分钟，你就得从床上爬起来，服装整齐，把队伍排好，三分钟。哎，就常常遇到这个现象。啊，这个人服装很整齐了，慌慌张张，到处问人：“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？”人家说：“你帽子不是在头上吗？”他一摸，果然在头上。这就叫弥陀人影。有没有原因？没有原因的。啊，要是原因，我们怎么说？紧张过度。啊，我们可以说这个
金刚国土啊，突发的，这个一念不觉也是突发的啊，只要下面觉了就没事，一念不觉，念念都不觉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。我们今天就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念念不绝，每一念都是迷啊！幸亏好啊，我们遇到佛法啊，虽然在迷，到底怎么个迷的，我们搞清楚了啊。有没有办法走出这个迷关呢？有办法，只要你肯干啊。那净土宗是最好的方法，用一句佛号。你常常念这一句佛号，别的全放下。念这一句佛号还掺杂东西在里头，那不行，那收不到效果。必须要把杂念统统放下。啊，单单这一句佛号念成功，得念佛三昧啊，用念佛的方法得定，回归到自性本定，这个时候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，啊，不生妄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身心清净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老师叫我看破放下。什么是看破？明了事实真相是看破。看破，你肯放下；没有看破，以为是真的，舍不得放下，不肯放下。啊，不肯放下，就是你没有真正看破。真正看破，我无量劫来吃这么大的亏，上这么大的当，无量劫搞死六道生死轮回，这一下看破了。还能再干吗？不干了啊！整个身体都是假的，无蕴皆空。什么是真的？觉是真的，觉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！觉了之后呢，你得大自在啊，你跟佛菩萨一样，能现大神通啊，像阿弥陀佛，能分无量无边身，我们做不到啊。他分身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，那些念佛众生功夫成熟了，要到极乐世界来，阿弥陀佛去接引他，去欢迎他，现无量无边身。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佛都要去接引，佛不接引，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你找不到。啊，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，我们念佛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有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本事，也能够分无量无边身。我们分身去干什么？不是接引众生，
戒烟众生是阿弥陀佛的事情。我们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去拜佛去啊，拜佛干什么？修福修慧啊，去供养佛修福。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，佛慧双修啊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好老师找不到，到极乐世界有这个本事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是我的老师，一个都不漏，这多难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学佛64年，前面30年我对于这个话有怀疑，后面30年我相信，我不怀疑啊，我把一切经教都放下了，专讲这部无量寿经，专念这一句佛号。为什么？我求往生，我不贪图这个世界，你们爱这个世界，要争这个世界，我想离开，我跟你们没有冲突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我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处，你还不知道，你还贪恋这个世界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财色名利，你还放不下。啊，你在这个世界还很长很长的日子，慢慢去过吧。啊，我们很快就要走了，怎么会给你做对应？啊，只会成就你，不会障碍你。啊，成就就你要名闻利养都给你，成就你。啊，你要财色名食睡。五欲也给你，我们都不要了。明了很难，放下不难。啊，这是早年老师告诉我，你要自己知道，你是不是搞清楚了？就问自己有没有放下。没放下，没清楚啊！啊，真正搞清楚了，谁干这个傻事？谁愿意在这里受罪？啊，佛菩萨来现身说法，度众生。他在这个事情。事先跟我们一样，海贤老和尚112年辛辛苦苦啊，看虚云老和尚他遭的那个难，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他为什么？待众生苦，做给众生看，他有没有感受？好像是有感受。告诉你，实际呢？实际他没有。为什么他没有？他全放下了，他把这个身放下了，他没有这个身呢。你怎么造他这个身呢？他没有痛苦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你头痛，因为你有头啊，你没有头，头就不痛了。那身体不舒服，你有身体啊，没有身体哪来的不舒服呢？
啊，换一句话，那没看破，看破就没有了。啊，像这些老和尚，我们都觉得那是再来人，现身说法。他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受不了，他若无其事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啊，他做这个样子给我看，我们跟他对比对比，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要补啊？欠缺什么？没放下的，赶快放下。啊，如画啊，如画认真，为世间诸法无而或有，有而还无，体非真实，神地认可而不执着。你看这十种人的目的，就是后头一句不执着，这是修行第一关啊！不要执着。为什么不要执着？因为它是假的，了不可得啊！弥勒菩萨说的真好，所有一些物质现象，包括我们身体，这个现象的寿命多长，是单一的，单一的是一个画面，这一个画面寿命多长啊？我们演电影，这个老式的电影，我这里还有这个电影片，这是电影里放映的电影片啊，他在银幕上寿命多长，诸位知道吗？现在这个老电影好像没有了，现在是数码了，不用胶卷，这个胶卷是动画，一秒钟24张，把我们就骗欺骗到了，我们有的好像活的真在那动，一秒钟24张，也就是它的寿命是24分之1秒，就把我们骗了啊。那现在数码比这个速度快啊，达到电视了。电视的频率多高？1秒钟100张。啊，1%。这是现在电视。啊。那你再看下面的第2张、第3张呢，它不是那一张。一张的寿命占的时间就是这么长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啊。所以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，频率有多高，我们先前的环境，一秒钟2240兆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啊？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张的画面了，一张都留不住啊，全是假的。
这是如化，化是变化。啊，所看到的现象，相似相虚相。啊，前面这一章跟后面这一章不一样。看到好像是一样，实际上不一样。我看这个局面，这小角落是一样。我看整个香港就不一样。看整个中国就更不一样。那你看整个地球，看整个宇宙，你就晓得。不是大同小异，小同大异。每一个画面都不一样，而每一个画面它的频率的时间啊，是2240兆分之1秒，单位是兆，不是亿，不是万，佛给我们说出事实真相，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。啊，物质现象，所有物质现象确实是从念头生的。而且这个念头是非常快，高频率下面产生的幻象。我们误会以为是物质，根本不存在啊。啊，所以佛法讲的，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，这才是真相啊！这十种人从十个方面去看，看一桩事，看一个人，看一棵树啊，看一个微尘，你完全通达明了，它不存在。我们心里想的存在，早就过去了。我们前一年跟后一年差距多少兆啊？所以一定晓得。有即还无，有就是无，无就是有，有无画了等号，平等的。啊，佛法讲不生不灭，就这个道理。你不能说它生，你不能说它灭。啊，生灭是一体，有无不二。啊，句句幕后都是把他的目的不能执着啊，不执着于。最后一个如空人，如空人者为了达啊，看破就是了达，真正明了，真正通达，没有疑惑叫看破啊，不执着就是放下。世间出世间，种种诸法全在里头啊，佛法也不例外啊。啊，世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啊，悉如虚空，无有色相。啊，我们读了科学报告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他们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，就是把一个小的物质不断地把它分割。80年前，
科学家发现原子，以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。那么最近这几年，这些年来，科学仪器不断进步，居然能把原子也打破。打破之后，看到原子的组成，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并不单纯。随着科学技术进步，再把原子核打破，中子打破，与电子打破，这一发现更多称之为基本粒子，有60多种之多，这个还不是最小的，还可以把它打破，打破之后叫夸克，这最小的，夸克再打破，发现微中子，这最小的，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，物质现象就不见了。这把物质现象照出，不见得看到什么，看到念头波动，这恍然大悟，原来物质是从念头波动所产生的，这个谜揭穿了。五蕴色蕴揭穿了，下面受想行识心理现象，物质是从受想行识里面变现出来。现在科学家找这个第二个问题，找答案。念头从哪来？念头是怎么回事情？从哪来？这个谜底还没揭穿。研究人特多，注意力都向着这个方向，向着这个目标。我们相信，10-20年之后会揭穿。到那个时候，唯物跟唯心就不再争了，不再打架了。心物是一体，一体的两面。那么以心控物，科学要肯定这一点，大家都能接受，人会过得很幸福。为什么？头一个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用什么保健？用念头，不要用药物，用念头用阴念头影响身体好的念头就有好的身体，不善的念头身体就坏了，心可以控制，那么这个搞真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医生这个行业就没有了，各个人用心会调身吧，会治病吧，所以医药不需要了，是好事情，而且可以做得到。那么我们今天知道，最好的念头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寿命，无量的健康长寿，你要相信你不相信没法子啊。你要相信纵然我们还半信半疑，你真相信它能帮助你，完全相信，药物治疗全部不要了。需不需要运动？不需要。佛盘腿面坐着，你坐1000年腿也不会坐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腿，
所以他就不生病。啊，腿就不出毛病。那、啊、因为他没有身，身就不出毛病。啊，相有，性无啊。这就是原理呀、啊，道理呀、啊。道理不懂，你怀疑；懂道理，不怀疑。啊，说还不做不到，做不到是了解还不够透彻。再提升一步，你就明了透彻了。你就肯干了啊！所以种种法犹如虚空，没有色相，没有物质现象啊！地神，地是真正，真正审查，搞清楚，搞明白，承认它，不执着。放下了，佛法，方老师说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绝对不是假的。你还没有尝到这味道，是你了解的不够，啊，没有看破放下，你还没做到。啊，还要下功夫。啊，下功夫是人可以帮你很大的忙。啊，这信愿持名这一句话可以保证你其如佛境界。啊，也就是方先生所说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可以得到。啊，不是假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